跨年夜天气湿冷，凌晨有月偏食。今年的跨年夜，民众看完烟火，可别急着回家补眠。元旦凌晨将有月偏食，太阳、地球、月亮连成一直线，月亮被地球的阴影遮住。从凌晨2:51开始，到3:22最明显，但最多仅月球直径的8%被遮住，3:53就结束。观赏时要朝西，仰角30多度，目视或用望远镜都可以。台湾还蛮适合看，只是因为很小啦。不过跨年夜北部可能会降雨，影响观看。北部东半部地区云层还是比较多，同时容易出现短暂小雨。邓新闻综合报道。